2011年11月11日是我的生日，我的牛日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记得这个日子呢？可能记得，又或者可能不记得。今年的生日比较特别，因为有很多条日，2011年11月11日，即是有6条日。咁就写了这首歌，就当是纪念一下这个咁特别的日子啦。虽然这个日子不是什么大日子啊，亦都可能没什么人会知道，但这一日只需要平平凡凡、简简单单，咁就已经够了。所以这首歌是我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。2011年11月11日，这个日子有没有人记得？是我的牛日，不需要心急。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2011年11月11日，这个日子有没有人记得？是我的牛日，不需要心急。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2011经历太多得失，那种感觉好像患得患失，太多限制，曾经试过抑郁。这个城市充满太多物质，学识坚强，凡事不要勉强。来日方长，总会找到方向。失去翅膀怎样可以飞翔？只想继续完成我的梦想。2011年11月11日，这个日子有没有人记得？是我的牛日，不需要心急。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2011年11月11日，这个日子有没有人记得？是我的牛日，不需要心急。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进入人生第二个十年，这首歌就当是一个纪念。回想翻以往一切的画面，曾经前面但是不再面前，一张张难忘的照片，脑海中编织成一段影片。去到目前画面不再出现，去到目前画面不再出现。2011年11月11日，这个日子有没有人记得？是我的牛日，不需要心急。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2011年11月11日，这个日子有没有人记得？是我的牛日，不需要心急。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如果可以重新再开始，过去已经错过一次又一次，美好回忆已经变成历史，再没办法一直去维持。曾经经历三心两意，我只想过平凡日子。人的生存其实有不同意义，总会想去到某个层次。人生一定有喜有悲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，坚持到尾，做回自己。多谢你们曾经给我勇气，前途茫茫，曾经感到彷徨，我只想继续完成我的梦想，完成我的梦想。2011年11月11日，这个日子有没有人记得？是我的牛日，不需要心急。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2011年11月11日，这个日子有没有人记得？是我的牛日，不需要心急。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，送给自己一份礼物。在这一年里面发生过很多事，有开心的亦都有不开心的，但是生活始终都是要过的，唯有将不开心的记忆删除。但是人是矛盾的，当你很想去忘记一个人或者是忘记一件事，其实就会越难去忘记到。但是当你自己静低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其实你会失去了自己。因为你挂住你人哋，就会好容易忽略咗自己啊！所以我觉得先要做好自己，唔好理身边嘅人点样睇你，因为人哋点样睇你系人哋嘅事。